更多有声读物，请在微信 LANCE9113。演播紫金，明朝败家子第256章，宫里传召。王守仁这三个字自朱厚照口里说了出来，杨廷和懵了。王守仁是谁啊？不曾听说过呀。可他的身后王华的身子却在颤抖。当初将王守仁赶出了家门，本是指望他能够自省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可王华毕竟是父亲，王守仁是他儿子，无论怎么说王守仁也是他的心头肉啊。可是听说这家伙卷了铺盖就直接跑去了方家了，王华的心啊疼啊，他自然不可能厚着脸皮去方家要人，将王守仁叫回家中去。他毕竟不可能直接跑到人家家里闹，毕竟他乃清流中的清流。可看着儿子和方解凡胡混，他便寝食难安。可现在当太子收到王先生，竟还得意洋洋说王先生称赞太子乃是高才，说太子的书已经读得差不多了，这是啥呀？这是误人子弟害人不浅呢、啊、是跟着方解凡已经一条道走到黑了呀。王华的心疼得无法呼吸，脸色惨然，一双眼睛露出痛苦之色，身体摇摇欲坠。杨廷和下意识回身察觉到王华的异样，不由关切：德辉怎么样了？你怎么了？正好在王华晕过去那一刻，杨廷和眼疾手快将王华搀扶住，可朱厚照已经飞马走了。杨廷和可谓急得直跺脚，哪个是王先生，哪个是王守仁呢？居然如此贻误太子，这还是人吗？王华悠悠转醒，看着杨廷和如此急切地看着自己，他眼眸张开一条线，便听杨廷和怒气冲冲地说：这王守仁乃奸贼也，今夜妖言迷惑太子殿下。王华又想昏厥过去算了，可毕竟想到自己的儿子竟做出如此错事，又惦记儿子的安危，不禁说：王守仁是吾儿啊。什么？杨廷和震惊地看着王华，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。王华真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却不得不深吸一口气，找回一点点的力气，扶着额头说：吾儿也是为奸人所误啊，他不知吃了什么迷魂药，说是学了新建博的学问，四处周游，唉，真是惭愧呀。这些所谓的学问都是方继凡所教授的，和吾儿没有丝毫的关系啊。吾儿和太子一样，哎呀，都是被人所误啊。到这个份上还能说啥呀？能说是自己那不争气的儿子坑了太子吗？作为一个伟大的父亲，想要保存自己儿子作为一家之主，想要保存王家的声誉，自然是抵死都不能承认这学问是王守仁的，必须得是方继藩的呀。除了方继藩那个怪胎，谁能折腾出这歪理邪说来？杨廷和就真信了。你看王华是何等庄重的人，他教出来的儿子会捣鼓这些有的没的东西吗？王家世代诗书传家，会如此离经叛道吗？自是不会的。可现在关系到太子，问题很严重了。杨廷和深深看了王华一眼，就说：德辉啊，是极矣，殿下倘若不好学倒也罢了，可轻信妖言，此国之大不幸也。我等供奉东宫，太子若学问不精，固然是你我的疏忽，可若是太子殿下因而为奸人所误，你我二人百死莫赎啊。德辉，我们要立即去见驾，万万不可再纵容了。
王华倒吸一口凉气，却是不知该说什么好。他自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，可也知道这件事是绝不可能善了的。可这事关系到自己的儿子，就令他不得不犹豫。见王华吃住，杨廷和气呼呼地说，这些谣言即是新建博所出，那么太子和令子就都是受害之人。王华终于动容了，终于吐出两个字来，免生。另一头，朱厚照已打马出了东宫，刘瑾急步跟着，便说，殿下殿下，奴婢怎么觉得自己眼皮儿总是跳啊，要出事儿啊。朱厚照坐在马上兴致勃勃的，他是恨不得插翅膀飞到西山去。听了刘瑾的话，满不在乎地说，不怕不怕，本宫不会有事的。刘瑾像吃了苍蝇一般，苦着脸说，殿下当然不怕，殿下乃是太子，是国之储君。他话说到一半，朱厚照也懒得理他，驾的一声加快马速，先走一步，一行护卫都是便装，也都飞快追上去。刘瑾的话才说到一半，看着已走远的朱厚照，硬生生的后半截那一句，倒是奴婢就惨了，若是出事了，五马分尸都不为过。这后半截话只能硬生生的咽回肚子里。王守仁今日早就在西山等着了，朱厚照原以为要挖矿，一干来此读书人也学聪明了，虽然大家头戴冠巾，今儿身上却没有穿如山，毕竟如山干活不方便，都是一副短装打扮，下头则穿着马裤。可王守仁凝视众人就说，分锄头。有人便说，不是听说挖矿吗？王守仁云淡风轻地说，吾是有交代，别给矿工们添乱，这地要多翻一番。其实这话还没说完，还有后半截话呢。王守仁很聪明地选择了没说，方继藩的原话是，反正都是免费出工，不用白不用。读书人们听了又是默然，倒是朱厚照笑嘻嘻地说，耕作也挺好，今日我能啃三亩，定比昨日啃得多。却也有人提出疑问，提出疑问的乃是刘杰。刘杰郑重其事地向王守仁行了个礼，才说，王先生高才，学生有一个疑问，还请王先生开解。王守仁笑吟吟地颔首点头。刘杰说，王先生的道理学生深以为然，只是道理归道理，可当今朝廷以八股取士，程朱之经学若是不读，那么读书人该如何入仕呢？他的问题其实是所有人都想问的。你的道理很好，很发人深省，大家都愿意学，可是形势比人强啊。想想看，读书人想要做官就必须得参加科举，而参加科举不去学程朱，即便是大家跟着王先生知行合一俯身做事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最终功名都没有，那还是读书人们。站在这里的人，举人和秀才居多，多少还是关心自己前途的。即便是刘杰屡屡名落孙山，可又何曾没有金榜题名之心呢？毕竟世人都有光耀门楣之念。王守仁微微笑道，你问得正好，这个问题我也求教过吴师，吴师的回答很简单，既然现实如此，朝廷的大策非你我可以改变，那么为何不将做八股当作耕地呢？科举可以当作耕地吗？看着众人脸上的不解之色，王守仁笑道，吴师培养了许多进士，他培养的方法很是简单，那就是将做文章当作手艺，而绝非是将做文章当作追求大道的方法。既然当作了手艺，那么就如耕地一般，
去掌握治八股的诀窍，将毒成株当作耕地的方法，用一种将其当作工具的态度去读。若你们得了一篇八股的好文章，则将此文解析开来，为何它是以此而破题，为何以此来起蛊。其他人学八股是见八股之肉，而你们读八股大可以忽略其肉，不必去深究这八股文中有什么道理，而要去见其蛊。见其蛊，将八股当作耕作，当作一门手艺。所有人安静了，皆是在深思，这样能行吗？他们不太确定。此时只见王守仁又说了，何况眼下八股何其难也，怪题太多，想要脱颖而出，其中最难的却是破题。可将自己关在书斋里死读书，想要破题就更加难上加难，不妨多出来增长自己的见识，倒是思维可能就与众不同了，想要破题或许能易一些。自然论如何将八股当作记忆，无不如欧阳志、江晨三位师兄，他们偶尔也会来此上夜课，你们若是有闲，不妨来听听他们的讲学。时候不早了，且先耕作吧。众人对此却是将信将疑。王守仁的意思大抵就是，学习八股文、学习成珠的时候，不必将其当作什么浩瀚的道理去崇拜，而是如技巧一般去学习他为何这样说，为何这篇八股文比别人好，用一种超然的态度去分析八股中的优劣。这似乎也有一些道理，可到底有没有用，只有天知道了。刘杰想了想，颔首说，学生受教。他已屡屡名落孙山了，有句话叫债多了不愁，虱子多了不痒啊。毕竟金榜题名实在是太难太难了，难如登天，天下数十万读书人，可每年能中的千中无一。王守仁已举了锄头，已经带头开始耕作了，众人也不再犹豫，跟着一起开始耕作起来。西山一片忙碌的景象，而两道旨意而在这天正午时从暖阁里发出，两个宦官也是急匆匆朝着西山和新建伯府的方向飞快而去了。陛下有旨，传召新建伯方继藩以及太子朱厚照觐见。因陛下催促的急，所以宦官们自然不敢怠慢，他们脸色显得铁青，噤若寒蝉的样子，看来宫里似乎已经掀起浪来了。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明朝败家子》，作者上山打老虎，演播紫金。